你的种子建立起来了，并不是它马上可以到达巴士上边就变成别叶，它还是在气势上边熏习，确实把它熏习成熟了，到巴士上去才能成为别类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分成两种，也是异和树。这个种子还没有成熟的和成熟的，生熟两种。所以在一个人寿命上边的功能，一个人寿命上边，在寿命，有的人活得久，有的人活得短，有的人在活着过程中没有生病，平平安安的，有的人在这过程中病一种病一种病连接不停的，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种子的造作，都是种子的造作。种子在别叶上边成为别叶，然后成熟就显出来，就是你身体上边随时随地所发生不同的变化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我这样子讲这么清楚，你们应该听得懂，因为这都是世间法，都喜欢算命，没有人不喜欢算命的，都喜欢知道自己的未来。自己的未来就是你的过去，你在以前造业的种子就是你的未来，你以前造业的方向、造业的性质都是你的命运、你的未来。所以这就是命运。所以命的长短，命能活多久，这与种子直接有关系。种子形象复杂，命就活不久，它来折磨你。种子形象比较单纯，你这个命就活得久。因为种子多的话呢，里边恶性多，也就恶性多，花样就多。花样多就是四大变化的时间就多，一天到晚变化，四大变化就是三业。四大变化并不完全是生病才叫四大变化，你要知道你心力上边，在心上边自私心强也是四大变化，你做任何事情的冲动了也是变化，就像这个三业上边，身业的冲动、爱欲的冲动也是四大的变化。说这些变化，譬如说你的习气重的话，那你就会引到三业上去，很容易与三业的恶性站在一块儿，因为物以类聚，如鲍鱼之肆，久而不知臭味，自己在这个恶性里边不知道这是恶，所以你才造业，所以你的身体才会生病，四肢才会不便。这就是在四大上边的命顺命不顺，这就是你以往所作所为的，你以往所行的种子。要知道种子这个东西，我没有做，不是业，不是种子，错了。种子它会在气势上边来生长的，气势上边的种子叫有两种，一种德而行的行因上边而成的种子，直接上八识。在气势上边的种子是相因在里边想，想久了就是业了，思想久了就是业了，就好像看连续剧、看电影一样，看你多了，看里边的镜头多了，你就浸润在这声色里边，是男女欢愉里边，这样子久而久之，这就是业了。一这种业是什么呢？这种业是在于意术二者之间，就是生术二者之间。你说它是术了呢，它还没有术。你说它生呢，它还没有生，所以这个时间也会到八识上来，也会到这个宫分上边来。到宫分上边来，它所占的位置是什么呢？
就是摇摆不定的，摇摆不定的。说得了病了，有很多人得了病了，得了病以后，医院里边找不出来他的病因，什么病找不出来，他得了病了，他自己痛苦，所以别人就认为他在装病，所以这就是艺术不定的种子反射出来的东西。他并不是没有病啊，他有病，而是众生没有办法给他定下来这个病。但是这种病呢，正是现出来的时间，就是他死的时候，他要死的时候，他的病果现出来了，那就是要死了。在没有病果现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是在这个意和术这两个层次中而游走的。所以一言一蔽之，我们的种子都是习气，都是习气。种子从哪儿来的呢？都是由习气，习气组成了就是种子。所以不要把自己这个习气看得太轻。我从现在讲，五戒：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，也就是口四、身三、口四，这个上边来说，这就是众生的习气的根源，习气的大本营。你要说我没有杀呀，我没有杀，我这一生也没有杀。各位，杀不是身也专有的，口也上边也是杀，身三口四这七支都是杀，都是算犯杀。但是阴也都犯阴，身三口四都犯阴，嘴巴那是阴呢，也是阴，有嘴巴上边比阴当比口上边的身上边的阴还要厉害。说身三口四，所以这个阴杀盗妄都是在身三口四上边都有成分，都有成分，不要说没有。所以有这种四大的变态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命根，命根在哪儿呢？命根这一点给各位讲，命根就在你的习气上边，你的习气就是命根。你的命是什么？你的习气是什么？所以这就是命根。说习气上边主张了五蕴，习气上边来主张了这个艺术的种子的艺术的程度，习气上边主张了别业的成熟的速度，习气上边主张了八十公分的这个成熟，都是在习气。强者先前不会是什么东西牵的，什么东西牵的？就是你的习气，你的习气把它牵出来的。所以要把习气清一清，要把习气清一清，你的身体就感觉四大就舒适。所以四大的病痛和一根上面的烦恼都是在于习气。所以要学大乘经典，学大乘法，把心量放宽，不自私，不自信先量，不背后骂人，不去伤人，不去编造故事来伤害人，这样就是没有杀业，没有杀业。所以命根就是这个意思，德与命根。所以命根也就是在八识上边，八识上边它现的术与义两种成熟不成熟的经，成熟的就是命，不成熟的就是根。所以成熟的命是由不成熟而的根而发展出来。